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代天宫总干事李流传，非常荣幸在本宫服务将近14年的时间，今天有机会向各位来介绍代天宫的严格，本宫是以銮来立庙，在民国22年成立代天宫的筹备会，一直到民国48年在成立我们后殿的武圣殿，是由王彪忠住持发起的，一直到民国64年才完成了武圣殿的整个工程。本宫从民国22年立庙到现在，刚好有88年的历史，将近是100年的老庙。那本宫前殿是奉祀主神福佑帝君，后殿呢是奉祀关圣帝君。本宫是属于以銮立庙，也是三恩主跟五恩主的系统，是属于民间宗教。那民间宗教也包含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所以我们是多元神明的一个宫庙。欢迎有空各位善信大德莅临本宫参观，谢谢。1905的副銮，到1911年接了正銮之后，开始呢，有一段神机的故事。我们李前辈呢，他在矿工期间呢，结识了在双溪地区的一个大地主的媳妇。有一天呢，这个大地主往生了，那我们李瑞前銮首呢，就接了这个大地主所有的资产，那成为这个神是这个良缘，因此呢我们李瑞前銮首呢就从水帘洞移到基隆市的三番地市中心呢来设立銮堂，同时服銮也同时经商，一直到民国20年我们主神福佑帝君降銮指示我们李瑞前銮首请他在这个商行之西步行6000步来到大甘岭的卧虎山来找寻立庙的地点，因为当时在商行经营生意，同时服銮信众非常的多，已经没办法符合场地的需求，因此神明降旨指示必须来立庙，才有办法为更多的信众来服务，因此来到基隆之西6000步找到卧虎山这块地。来到这个地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位地主呢叫萧花先生呢，刚好当年度他购买了这一块土地，经过李瑞前銮首向地主表示要立庙，地主呢萧花先生一口就答应。当初萧花先生呢在这里有设立观音的草茅的房子来修行，一听要立庙呢，马上答应将现有的六甲地呢献给我们李主，作为立庙建庙开山的一个基础。这是本宫呢非常灵验的一个神机的一个起源。太上感应，神功慈悲，大天宫銮堂忽然祭祀仪式开始，各位銮下生，各位大德，请专心冥想等我。
恪守公营身份，请服为向君主朝礼。各位先进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好，啊，请容许由我来为各位介绍。啊，今天胡銮立旗的銮声，首先为各位介绍岱灵宫銮务组的组长林雅洛师姐。大家好。銮堂的指导老师陈秋琴师姐。大家好。啊，担任本次胡銮的銮声。黄清真师姐，大家好。接驾生刘礼勤师兄，
家？王成章师兄。大家好。丙鸾生周德宏师兄。大家好。外剑生李流传。陆鸾生黄清香师姐。大家好。陆鸾生陈妙贤师姐。大家好。陆鸾生慈淑女师姐。大家好。孝劳生黄诗婷师姐。孝劳生罗淑珍师姐。